会让大家呢眼前一亮，因为在当中会应用了很多的漫画式的幽默以及呢动作元素，让大家呢对本地喜剧电影，那大家呢将会呢留下呢非常印象深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包括了我们的劲爆俱乐部的朋友，今天也过来了哈，谢谢你们啦、啊。好，那参与电影的演员，好，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In association with Apex Capital Group, Harbor Films, Cornerstone Pictures, Fox Network Group, Celery, Golden Village Pictures, and we have Maxi Harbor's Film, The Number 8 Yard, Sky Films Entertainmen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 official pay TV partner, Hao Yu Jia Dian Shi Tai, presenter, Go Kili, main sponsor, Yu Yan Sing, Zhu Yuan Shen,100 Foundation, Official Pen, Pilot Pen, Local Produce Promotion Partner AVA Singapore, Supporting Partners, Changchi Group, F&M, Location Partners, Boxing Group, Broadway Food Center Building, Supporting Audio Partner, that is All Row 11.1 by Barco. 好，那我们时间非常的紧迫，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 Golden Village Pictures, JT Productions and M2Entertainment 联合发行的，记得我们的上映日期就是1月26号，贺岁上映。事不宜迟，我们掌声鼓励欢迎遇见贵人的两位幕后英雄人物，导演 Ivan 夏有庆，还有监制梁世强。来了来了，我快被大家的尖叫声淹没。我真的是很开心哦，今天呢那个李佩珍拔刀相助，因为我们两肋插刀，我们两啊，早晨最劲爆的朋友在哪里？导演了，导演了，来以最快的速度，导演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好不好？啊，这部电影我们主要是讲态度，就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我们有四个男主角，他们以前做错过，但是现在呢，他重新踏入社会。他们要奋斗，他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不像困难低头，就是这样。所以这部电影是非常正能量的，是非常适合在大年，就是过年期间大家一起去看。OK， 包你们一定有收获，谢谢，谢谢。年初一看到十五，看到三十哈。对对对，导演第一次当导演了，说他难免有点紧张，但没有关系了啊。你看他这部戏呢，我跟你讲，真的不会输的。我们已经被公认了，我们是三颗星的哈。啊，确实有影评人给我们三颗星哦。Yeah. 那这一位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监制。谢谢。监制呢，其实对对，监制基本上呢，我们就是不管的，然后我们在后面看他乱花钱，我就骂他这样子。OK， 说到我们这部戏呢，大概有用了150万拍摄，那么整个电影的制作各方面呢，不会让你们失望了。因为我跟你讲啊，按照我们公司，按照我的名字啊，监制出来的我不可以给他水准不高，水准不高的话，我丢我的脸，你们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quality， 有故事，好看啊！你们看了一定开心的哈、哦。好，这次的合作也是考虑了很久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对，因为这个 Ivan 啊，他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电影团队里面啊，创作组里面啊，他一直都有很多鬼点子，有很多贡献，所以我觉得说，哎呀，这样的话有这个能力就来拍一部电影吗？所以就让他当导演啊。OK， 我们要给他正能量，给他祝福。OK， 我们未来也是从今天
师。啊，大家晚上好，在这里跟先祝大家哈、新年快乐哈、今年行大运哈、然后机不可失。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看我们的这个一见贵人哦，希望呢看完之后呢，新的一年可以很多贵人在你身边，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来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谢谢谢谢，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然后谢谢你们下来，我知道有些朋友很早就下来了，对吗？辛苦你们了。然后在这部戏里面呢，其实是Ryan 的大姐叫做阿玉，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这部电影《遇见贵人》，星期四就上映了哦，给水要支持一下，谢谢。Hello， 大家好，大家好。Thank you。I'm a 光影的 movie， so please do support。阿光影的 movie？ 阿光。I know。好评如潮，因为呢他就是长得很帅。然后 what do you act as in the movie？ Who do you act？ 阿光，他是谁的谁？我的弟弟。真的、啊？你的弟弟叫年轻？他是我的男朋友。啊，男朋友。真的哈。我们两个，等一下，是不是？我给大家讲，阿光呢就是演 Ryan 的儿子啊。这是我的。OK。这是呢，我们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发掘新人了、啊，所以阿光呢是我们这一次呢又找到的一个新人，你们喜不喜欢？明日之星哈、哦，期待一下，好，等一下期待一下阿光的这个精湛的演绎。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女主角之一，非常漂亮的 Kenny。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 Joey， 他是一名辅导官，还是一个社工，然后他跟他们其他四位男生都会有比较多的。当然在里面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Joey 这个角色，谢谢。另外的四位呢，主要男主角他们是从监狱刚出来啊，然后就是有很多跟你一些的戏嘛，那会可能就要期待一下，好不好？